Ah.这小妞挺漂亮的，可不是，是吧？哎，可别玩哥几个啊！哎呀，放心吧，那边是打起来了，我们要不要杀出去？不着急，再等等。喜春，行吗？你说那个卢雨菲会不会顶不住啊？那天请我管了，那大小姐聪明的很，我都跟她说了，打不过呀就跑，用咱们的游击战术，她懂的。哦。慢射击，快，慢射击。 其他的就交给你们了。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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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
昌鹏。啊，郑队长抓的呀，在那个监狱里头。在牢里，快带我们去见他。我这好，走走走，在左边。不要追了，回城，随他去吧。撤，走。走，继续清剿小鬼子。巴吉尔，这女人是人是鬼？真是很奇怪。游击队，太可恶了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游击队已经打过来了，杜九金，到，你带一队人马去防孔洞。是，走。赵根，哎，你带着一队人马在家给我好好保护狗蛋。是，走。其余人跟我去监狱，出发。
在小鬼子手里，得领营长跟他们拼了。慢点，慢点。西川奶奶，李营长还就在前面，是郑队长抓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你可以放了我吧？啊，放你？啊，更迭。是。哎，大牛和田鸡呢？王他们帮卢宇飞去了。好。游击队，你们跑不了了，给我抓活的。他们来了，你来了，兄弟们，喜村镇长让我来救你们来了，干他娘的小日本。好，留下！留下！三郎姐了，你来了！好兄弟，干他娘的小日本，走走走走！眼睛都给我放亮一点，今天晚上给我看好了。三头兄弟，啊，你带几个人在这里守着，好，其他人跟我走，注意后面。快哈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，快！对不住你，我把狗蛋弄丢了。少说没用的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我先把你放出来，让开。不行，怎么开不了？什么锁呀？这是？喜顺，这锁你是打不开的，赶紧走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你救出去。喜春怎么还不出来啊？
大不了我跟他们拼了。你这个臭婆娘，你怎么不听人劝呢？赵小绿，你个烂蒜头，这一回知道我郑小绿的厉害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老子才是真英雄，真爷们儿。郑小绿，你就是个怂货，我一起出来收拾你。好，你这是鬼样板牙，给我打！谁能把钻头打死我赏的十块大洋？兄弟们，别动！手榴弹！快跑！我一定要把你带出去。走，快把他带走！许春，先听李兄弟的，快走啊！给我闭嘴！快走啊！快走！鬼子快来了，快走啊！你看我偷了什么？钥匙，给我。
你们，兄弟们，追！上！追！快！快！